这里是辽宁新闻，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1月30号，星期四，农历大年初六。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第三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部工作。陈秋发主持会议并讲话，唐一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夏德仁出席会议。我省开通疫情防控线索举报专线电话，面向社会征集各地区各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问题线索。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截至2020年1月30号9时，辽宁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41例，较上次通报增加2例。我省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在大连治愈出院。与时间赛跑，我省立体化多手段进行抗击疫情宣传，各地齐抓共管，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以下请看详细报道。1月30号，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三次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精神，听取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部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陈秋发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唐一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挥夏德仁出席会议。陈秋发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积极作用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印发的通知对各级党委党组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动员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控疫情斗争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通知要求上来，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要坚持疫情防控全省一盘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形成各地区切实落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防控工作格局，凝聚起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要大力组织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激励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陈秋发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坚持四早四集中原则，对确诊病例、重症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突出精准分类施策、科学救治。要充分发挥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省府新区党工委等省委派出机关及省国资委党委作用，做好督促检查，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打好防控阻击战。要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物资供给保障工作，通过各种渠道购产调，尽快扭转供应紧张的局面，确保防控物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确保医护人员防护得到有效保障，确保人民群众防护市场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唐一军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抓统筹、保供给、抓基层、夯基础、抓源头、治根本，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实、做细、落到位。一要全力抓好物资保障，强化全省统筹，做到集中仓储、按需调配；全力推进自产，做到标准严格、质量过关；
加强域外采购，做到拓宽渠道、广开门路，加大对生活必需品的产销衔接，强化市场监管，实行最高限价，确保防控物资储备充足，生活物资稳价保供。二要全力抓好救治工作，按照四个集中原则，合理调配医疗资源，抓紧设立集中救治中心，尽最大努力提高诊断率和治愈率，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关心和爱护，落实补助政策。三要全力抓好基层防控，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快组建以县市区干部、专业疾控人员和乡镇社区负责人为成员的巡回督导小分队，深入村屯社区严防疫情输入，严控疫情扩散，确保摸排清楚，管控到位。四要全力抓好追踪溯源，坚持调快结合，抓点扩面，看门管人，做到关口前移、网格管理覆盖到位，及时做好外来人员，特别是疫情发生地人员的监测追踪，宁可严一点，不可松一毫。五要全力抓好社会稳定，强化重点防控和社会面上管控，加强综合分析研判，有效防范风险隐患，全力守好百姓安全之土，尽好守护群众健康之责，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省领导周波、张福海、陆志远、陈绿平、崔峰林、卢科汇报疫情防控、物资保供、措施落实等方面工作，相关省领导出席会议。本台报道。省政府办公厅1月30号发布关于开通疫情防控线索举报电话的通告。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具体工作安排，切实将疫情防控的各项举措、各项工作真正抓实做细落到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从即日起，全省开通疫情防控线索举报专线电话024-8890-0000，再按零号键及邮箱 ln8890-0000@163.com，面向社会征集各地区各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控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以及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线索，对涉及缓报、瞒报、漏报疫情、有令不行、失职失察、落实防控措施不力导致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重要问题线索，省政府督察室、省营商环境建设局将派员进行实地督查，经查证属实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严肃处理。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20年1月30日。日前，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组织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通知要求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在安全有序前提下深入一线，了解掌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际表现，重点考察是否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是否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是否严密细致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防控等工作，对表现突出、堪当重任的优秀干部要大胆提拔使用，对不胜任现职、难以有效履行职责的干部要及时调整，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落实不力甚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干部要严肃问责。通知要求要强化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积极实施共产党员先锋工程，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区、组建党员突击队、成立防控一线临时党支部等，引导党员危急关头、危险时刻冲锋在前、战斗在前。要注重在疫情防控一线发现考验入党积极分子，表现突出符合条件的及时发展入党，要注重发现、及时表扬、宣传、表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疫情防控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锋的浓厚氛围。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省委的关怀和温暖，日前省委组织部从省管党费中给各地区各单位划拨专项资金100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区各单位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省委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主要用于慰问战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基层党员干部，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包括购买疫情防控有关药品物资等，补助因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各地区各单位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尽快将这笔党费划拨给基层，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做到专款专用。2020年1月29号16时至30号9时，辽宁省新增2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本溪市1例属重型病例，盘锦市1例属普通型病例。截至2020年1月30号9时，辽宁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重型病例9例，大连市治愈出院1例。确诊病例中，沈阳市9例，大连市5例，本溪市3例，丹东市5例，锦州市4例，营口市1例，辽阳市1例，铁岭市2例，朝阳市4例，盘锦市3例，葫芦岛市4例。目前40名在治患者均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病情平稳。其中36例病例发病前有武汉居住史或旅行史，3例病例为武汉输入病例家属，1例为现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50人，已解除医学观察73人，现有57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其余正在追踪中。我省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在大连市入院后，在医护人员10天的精心诊治和护理下，经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会诊，符合解除隔离出院标准条件，1月29号晚治愈出院。1月29号晚9点多，该患者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兴奋地走出大连市第6人民医院的隔离病区。我们给你一个信，完了里边有些注意事项，你回家就按照我们做医学观察。这名治愈者是一位33岁的男青年，家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在武汉工作。1月17号乘飞机返回大连，当日因为发热咳嗽入院进行隔离治疗。1月22号被确诊为辽宁省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后转入大连市第6人民医院隔离病房治疗。大连市也迅速启动了专家组的团队来对这患者进行精准的治疗。第一，表现在我们对病情的判断方面，每次我们都得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诊断和这个就是说治疗。本台和大连台报道。沈阳市第6人民医院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省市两级医疗救治定点医院。赵蕊是这家医院的医务科长兼应急办主任，也是沈阳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5天5夜了，赵蕊没睡过一个囫囵觉。21号，我们沈阳市第6人民医院也正式启动了这个应急救治的这个工作。22号呢，我们就成立了发热门诊，负压病房也准备就绪，开始接诊患者。我既要在应急启动之前把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到位了，把病房的安排好，把我们应急小分队安排好。真正接诊之后呢，每一个接诊的来的患者我都得需要亲自过问，他们都打电话跟120对接，然后120进行转运，这些工作都是点对点进行，所以初期的时候工作要忙。那后期启动之后呢，因为沈阳市也实行这种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那其他的部门呢，因为留的是我的联络方式嘛，应急办主任，大家都会第一时间跟你去进行沟通。我们从腊月29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初三，整个这几天当中，不管是白天晚上，像部分昼夜，电话就一直在响。除了我刚才说的我们接诊的患者以外，还要进行全市的会诊。我们城里有微信群，通过这种方式更多一些，所以你这个电话既有行政，也有业务上的。我们30晚上去慰问我们这个休养区的医护人员，实际上当时我跟护理部主任，我们俩也都哭了，就是一天的劳累，晚上也确实觉得发泄了一下。
我想我也只是代表我们医院这个五天五夜加班人群当中的一个，我们非常团结，大家也非常积极努力，然后家属呢也理解我们打赢这场仗，我觉得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辽宁驰援湖北武汉的医疗队经过培训，已经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下面我们来连线辽宁医疗队重症医学组组长冯伟，请他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好的，我们医疗队已经于昨天早上正式交接入住武汉拆迁区人民医院。我们每个医护人员每个班次要工作8个小时以上，我们往往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很多队员都买了纸尿裤自己穿在里面。我们从昨天早上到今天已经抢救了4名重症病人，这些病人的病情得到了明显的好转。我们每个队员都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但是大家任劳任怨，有的队员的孩子在家里发烧，自己默默地在这里流泪。我的爸爸明天就要去省肿瘤医院去化疗，以前每次都是我陪着他去的，这次我就不能去陪他老人家了，在这里我也对他说声对不起。我想您的老父亲也一定可以理解儿子在小家与大家之间的这种选择。那么冯伟组长，我们再问一问，现在我们团队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这个团队精神面貌非常好，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我们有20几人上交了入党志愿书，我们大家有信心在这里战胜疫情，我们更有信心我们的队员零感染，我们安全回到辽宁。好的，我们的家乡等待你们的好消息。疫情发生后，如何让群众及时掌握疫情发展和防控知识，营造万众一心抗击疫情、众志成城提振士气的良好舆论氛围至关重要。我省14个市，从城市到乡村，从报纸到广播电视，到互联网和手机，从电子显示屏到应急广播，防控信息处处可见，实时刷屏，助力人民群众坚决打赢这场抗击疫情攻坚战。这些天，全省各地的广场、公园、社区、村屯宣传栏、路牌广告、电子屏幕、条幅海报、建筑围挡都成了宣传疫情防控的有效载体。辽宁日报、辽宁广播电视集团等主流媒体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重点围绕省委、省政府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安排部署，对疫情的最新进展、医护人员救护病人的感人事迹、防范疫情科普知识进行融媒体宣传引导。辽宁日报的战役快评、辽宁新闻的非常时评，一篇篇评论迅速及时，切中要害，有效引导舆论。辽宁卫视打破原有编排，在每天的早午时段开通了抗击疫情辽宁在行动特别报道。学习强国辽宁平台、东北新闻网等平台也都纷纷及时响应，对疫情防控进行全天候全方位宣传。从除夕开始，抚顺县融媒体中心的编采人员就一天也没有休息。我们策划和制作了一批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产品，目前我们制作的各类新媒体产品累计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招募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各级各类的疫情宣传群防群困志愿者550余人。遍布全省的农村应急广播系统全面启动，11000多个村屯大喇叭循环反复播放疫情信息与科普知识。通过看电视听广播，俺们做的就是家里头的人，这个也不出门也不外出，就是每天就是这个开窗通风，哎，消毒。现在我们了解疫情很方便，手机上最快，广播电视都滚动播放，有什么事可以马上知道。患者回到本地，活动轨迹去哪儿，见过谁，新闻都说的特别详细，这个挺好。本台报道。
当日本旅游大巴的司机被病毒感染，他曾经在国的27名大连游客当天就被全部找到，并采取了医学措施。疫情来势汹汹，但公众对病毒肆虐的轨迹清晰可见。权威部门和主流媒体及时发布的真实的信息，让公众心态更加平稳，信心更加坚定，成为抗击疫情的硬核力量。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恐惧是人们正常的反应，恐惧源于未知，战胜恐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及时。真实信息的传播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疫情防控的程度，这是因为与新型冠状病毒一起传播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乃至谣言。病毒侵蚀人的机体，谣言则扰乱人的心灵，所有的谣言都止于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广泛传播。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权威信息必须更加直接回应群众关切，必须更加准确、全面、及时发布。这需要有关部门通力合作，需要主流媒体开足马力，需要各种渠道载体协调联动。疫情面前，请大家主动转发权威信息，积极传播真实情况，跟我们共同努力，让真实及时的信息成为这场阻击战中的嘹亮号角。我省各地齐抓共管，确保各项抗击疫情措施落实到位。这里是沈阳站西广场二层的安检通道，我们在这里看到所有的安检人员已经戴上了护目镜、防护服和相应的口罩，同时在安检口还配置了一个红外线体温探测仪，如果有乘客经过时体温异常，这里就会报警。目前沈阳市协调组织医院每天分别安排2名医护人员驻守铁路沈阳站、沈阳北站、沈阳南站，对发现的疑似病例进行应急处置。为了防止二次污染和不法分子回收贩卖，沈阳市对生活源废弃口罩严加管控、规范处理，避免污染源扩散。我现在呢就在沈阳市沈河区帝王国际花园小区，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这个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那据我们了解呢，在这个小区的每一个出入口都设置这样的专用回收口罩垃圾桶，方便市民呢将自己家用过的废弃口罩扔到这里，在每天定时定点由专人回收处理。我们生活垃圾转运站呢负责将所有社区收集上来的废弃口罩进行集中的收运，每个中转站都设置一个这个废弃口罩的回收箱，由专人管理，由专人收运，采取专车运往这个沈阳市的2个垃圾焚烧厂。在铁路抚顺北站出站口，抚顺市卫生系统医务人员逐一排查旅客体温。锦州市形成了市、县、区、乡镇、街道、社区、村网格化管理的联防联控体系。阜新市对从武汉返回阜新的学生进行全面摸底，现已经全部取得联系，建群管理，医务人员密切跟踪随访。鞍山市组织各小区的物业公司和住接单位对回乡人员进行排查，对本单位内的公共区域进行消杀。辽宁出版集团联合省疾控中心用3天时间共同编写制作完成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宣传手册及宣传挂图手册及挂图的电子书。我们首批20000册图书及配套挂图，我们今天晚上呢全部印发完毕了，明天一早送往全省的各地，全部免费发放。本台综合报道。为方便爱心人士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捐赠，辽宁省慈善总会对外发布了捐赠渠道和方式。目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捐赠主要接收现金和 N95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医用一次性乳胶手套以及医用帽、防冲击眼罩、手术面罩、手术衣、长筒胶鞋、防水防污染鞋套、一次性圆帽、护目镜、消毒液等物资。所捐赠物资需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暂不接受与疫情防控无关的物资。本台报，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再见。